天就不用来了。对啊，他们都不会。不是啊，啊都一样啊，这种连锁都一样啊，都一样。只是有没有货而已啊，像台湾没货，这里就可能有货啊，你就可以带货。看看，行动。等一下，人家开始逛夜市。那你要进去吗？这是夜市吗？这里可以走到车站呢、啊。你不小心看到了夜市，要想吃了吗？开始要走什么城市？就跟没有限制，看你喜欢、啊。